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挥掌闪亮，梦想将起航。响啦啦嘿，炫酷变装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失踪的深海摄影师。哦，哇，光线太好了。哎，啊，哇，好美啊！哇，哎呦，不错，不错，这个好，太美了！我怎么有点喘不过气来啊？不管了，这么美的景色，绝对不能错过。闪电，你穿成这样在这干嘛呢？哎，闪电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是不是牙疼啊？都肿了，让彩虹给你看看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风暴，别担心了，他这是趁我们不注意吃点心呢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最近我发现冰箱里的点心总是莫名其妙的变少，于是我就做了这个智能监视系统，只要哪里有异常情况，就会自动记录下图像。闪电，这是你吧？啊，我已经仔细观察过周围了，没想到是在我身后啊！要是我能看到身后就好了，除非你背后也长了眼睛。警报！警报！有任务！等等我！啊，是摄影大赛委员会会长海马先生。宇宙护卫队，我们最好的摄影师双击杀锤子先生发来这两张照片之后就失踪了。搜索照片拍摄地点，是深海地热区域。这里有一座很久没有喷发的活火山，锤子先生的失踪有可能跟火山活动有关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深海火山。宇宙护卫队出发。就在这附近了，可是这座火山并没有活动的迹象。哎，你们快看，这儿就是第一张照片拍的珊瑚礁。哎，那边有光。彩虹，这些光点是什么？这些是夜光藻。哇，好漂亮啊。夜光藻虽然很漂亮，但当它爆发时会让海水变得粘稠，导致周围的海洋居民呼吸困难。
不好，锤子先生很可能是被夜光藻困住才失踪的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，出发。好。真的好黏啊，就像在果冻里一样。哎，风暴，我先去前面看看。闪电飞速。彩虹，我们要不要再上浮一些啊？这里的视野太差了。不行，终端显示上面光藻的浓度更大，我们得更接近海床才行。好，论速度还是我更快一些。怎么会这样？闪电，走下面。知道了，闪电飞速。我判断的没错，这里的夜光藻比较少，一会儿我们可以去这个地方。你这伙计，我在这儿。是锤子先生。我们这就带你离开这儿。锤子先生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挺好的，我还能坚持。锤子先生，我没事儿。快走吧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这往哪儿走啊？海水这么稠，就算用飞梭也游不快啊。所以必须想别的办法。这儿是海底地热区域，海床下蕴含着大量水蒸气，如果能把蒸汽释放出来，就能迅速消灭这些光藻。怎么释放出来啊？颜色浅的地方光藻稀疏，蒸汽距离海床较近，可以用风暴力量击穿海床，把蒸汽释放出来。到了，就在这里。风暴力量！风暴小心！力这么大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好烫！水蒸气的温度太高了。成功了！等光藻消散一些，我们就可以安全地离开这儿了。锤子先生，你好些了吗？这是连锁反应，光藻正在迅速消散。你怎么样了，锤子先生？这景色太难得了！哇，太棒了！这下夜光藻都解决了。太棒了！哎，这里。闪电，快躲开！谢谢，闪电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锤子先生，你是怎么预知危险的？预知？没有，我是看到的。看到？是这样的，双击鲨有360度视觉，能同时看到所有方向发生的情况。360度视觉？你是说这样、这样，还有这样，我都能拍。后面也能拍？那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哇，牛后脑勺都能拍得这么好。连锁反应正在扩大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。锤子先生，你负责警戒，我们一起冲出去。好，走这边。我们走。这里要喷蒸汽了。都别动。好险啊！还好你有360度视觉。
呢？夜光藻这么快就要消失了。我再多拍几张。锤子先生，这里还不安全，我们得马上离开。锤子先生，太好了，锤子先生，这里还有些夜光藻。锤子先生，虽然现在是小范围连锁反应，但随时可能有大规模喷发。好好好，马上马上。我再拍两张啊，就两张。太好了，这个不错，不好，这个也不错。锤子先生，快走，要大范围喷发了。这边。天哪，锤子先生！真不错，哎呀，这景色，太棒了。锤子先生，快走！不行，来不及了！彩虹能量，你不是有360度视觉吗？这么大的爆炸，你怎么没发现啊？还是拍照最重要。护卫队，太谢谢你们了！要不是你们，我的相机可能就保不住了，更不可能拍到之后这么难得的照片。想拍到好的照片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哎，彩虹，要不然把你的监控照相机送给锤子先生吧？啊，那是什么？是我的发明，可以遥控它帮你拍照，送给你。啊，真的？耶，太棒了！这下就没有人能发现我了。闪电，我做了好多呢。勇敢的护卫队，翱翔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。闪电